person you called is unavailable.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beep. Dear, 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可以原谅我吗？我连 CG 的合同没有了 ，Sitcom 导演也换人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可以回到我身边吗？广告是吗？好的。我係 Inspector Lim， 你喺邊度住啊？點解係啊？有咩事啊？你鄰居帶我嚟，話你兩個唔出門咗，沖完杯仲閂曬，晚上又冇開燈，再打爛你嘅聲音，你哋擔心，所以叫我睇下嘅。哦，其實係咁嘅，呢兩日我就病咗，一直喺屋企瞓覺啊。我而家 OK 咗。唔介意我俾你一個。其實你好面善啊！喺邊度見過你？哦，最近每晚 TV 都播嘅《香水廣告》啊，係啊係啊！一轉身，人群中就遇見你，冰島香水，屬於你的味道，係咪你啊？哦，你真係叻過相機喎！
咩事啊？冇啊。你入边攞住啲咩？哦，冇嘢啊。我问你攞住啲咩嘢？嗰个系我嘅。我攞出嚟。我叫你攞出嚟。你行埋边，行埋边。你放低把刀。你听我讲先。我叫你放低把刀。唔系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先。唔好讲咁多，放低把刀。咩都唔好讲，放低把刀。我放低把刀先讲，咩都唔好讲。听到冇？放低把刀，唔好讲咁多，唔在忙着，没有看到你的电话。你还在家吗？我没事的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等我十分钟，十分钟，你在我到之前，你千万不要做任何傻事。OK， 我现在就来，拜拜。你，我叫你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没有必要为了我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。你终于肯来了。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忘记你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过来的。很抱歉让你看我这个模样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认识什么时候？那天我们刚巧一起去试镜。我拿到剧本，然后我对角色很不熟，这么巧你就坐在我旁边，你不断的鼓励我，还跟我一起对对白。自从那天之后，我每次遇见你，我都觉得自己心里面踏实很舒服。谁叫托马斯定你那个时候那么紧张，对白背也背去都背不好，还好有这个贵人。所以我真的是不能想象不在我身边的日子，谁陪我一起吃晚餐，谁陪我一起看电影，谁陪我一起念对白。
我哭的是一点。没关系，待会带你去。今天的大起大落，令我经历了酸甜苦辣，正好需要这些灵感来激发我的演技耶。你足之都到啦，喂，好塞车咩出边啊？啊，话是话，今日嘅 pay 咧冇平时嘅 pay 咁高噶吓。还好啦 ，Anyway，thanks for calling 我啊，你救咗我啊。咪住先，救你嘅人唔系我喎，系今日嘅男主角 Thomas 啊，系佢极力喺导演嗰度推荐你，你先有机会同佢一齐做戏啊，你行唔到咧，喂。陣間佢一到咗咧，我哋就可以開始噶啦。今日可唔可以提早收工？靠曬你哋兩個噶啦！啊，喂，入片場啊！嚟嚟嚟嚟嚟！